这150个红虾放出去了，确实有几间公司来重新斡旋，啊，出的经验嘛有较悬，即马咧等咱来打。安尼真好，这介绍是有较水啦，是讲过袂到迄块土地的价值啦。要不，即马风声真乱啊！你若想要低调，你想要低调介绍，可能要有困难了。即马已经3:30，有行政时间的压力，既然有人已经提过出价，我认为你应该考虑接受。等一下，另外，郭龙才，请问这是啥？上当的，你也是没关系啊，哪会给他叫亲家呢？方总监，郭总裁，彭大。一段时间无看的，你气色袂歹，真好真好。郭总裁，秦副社长，吃坐了。唔知影你来找我是有啥物贵事啊？时间无济啦，所以我就直接讲啊。我听讲彭董啊，你要甲气象部迄块地提出来卖啊，卖给我，我一定会出一个好的价钱。清哥，原来你对迄块地嘛有兴趣。迄块地拄好伫个四天金矿总部的对面。之前我都甲彭董提起过啊，不过伊当阵啊，伊唔肯挂的。郭总裁，你拢讲话遮尔直接吧？安尼我嘛直接问你啦，你认为合理的介绍是偌济？合理的介绍就是咱双方面拢满意的价钱啊。是讲啊，即咱头头啊讲啊，啊，不过为着要表示我的心，进前你甲四天金矿借迄十亿啊，就当作是定金，唔免还啊。郭总裁，真感谢你呢。是讲郭总裁，你对我迄块地遮尔有兴趣，安尼我相信你嘛应该有听讲，有人对我迄块地开价是开150亿。所以，若是讲郭总裁，你想要提到手，安尼你就应该爱对150亿开始发起。150亿开始发起啊！我相信讲郭总裁，你想要伫迄块地，应该是想要去第二栋四天金矿的总部大楼嘛。迄栋大楼若是起起来，安尼就变双子星呢。遮尔啊，轻易的代志，对郭总裁来讲，迄条钱你应该是袂计较太济啦，吼。是讲彭董的，敢真正有人出个这么高的价钱？秦副社长啊，你来讲这个笑话啦，啊骗你，我哪有什么好处啦？这大家拢知影，讲我买迄块地成本是130亿，而且是郭总裁家己主动来向我提起这个土地买卖呢，我哪有可能家己将这尊财神爷来杀出去啦？彭董的，话题啊，啥拢会肯话？200亿、300亿，我嘛会当开啊。重点是，你敢真正看会到钱？画家的人只不过是想要讨一个谈判的机会，甲你巧的时阵，同款会甲你抬价钱。所以我真正苛刻你，无需要浪费这个时间啊。真歹势呢，我即马甲对方当地接触，而且阮双方拢有派代表咧开会讨论，我个来当讲。这对方真有诚意哦。是讲彭董，我是要好心的提醒你啦。你甲阮四天借了10亿，今日连本带利，你就要还2亿嘞。哎，今麦要3:30，你甲对方搁在讲，啊，对方敢真正有才调咧，这么短时间来甲钱提出来？要不？我是认为即摆上重要代志要先处理，啊，若无，老爷，我家己的地，我家己做主。要不，好啦，
本党，看到你这么坚持啊，真正我感觉佩服。安尼不要紧，我就配合你。第一三点半进前啊，若是本党你愿意点头，我拢会保留我的诚意。啊，不过三点半一到，若是本党你无多闲钱，你信用破产，安尼你弟弟啊，绝对会继续落去。交易当阵，我就无多做善事，我就必须要照市场的行情来出价啊。要不，你到底考虑什么？上班啦，回屋啊。喂，我问阿母。好，多谢你。爸，是谁卡来？应该是阮人卡来，无法度还钱。阿叔来特别叫谢啦，阿伯，阮拢通知啦，本档两亿已经到账。无唔对，最后一刻。我提出两亿，而且买建材还佫有互包厢的钱，我嘛拢兑现啊！我即马并无任何信用破产的问题。唔呐安尼，我佫摕到一笔周转金。大爷，青木社长，伫咧恁的面头前，我就会当向你宣布，上野商城会当准时动工。要不？确定你资金拢到位啊？大兄当然嘛确定，四天金矿的通知哪有可能是假的？文档诶，你讲要准时动工，咱哪会刷落来咧？你的周转金敢真正有法度互你继续落去啊？你是毋通赌强呢？啊，若无到时工程出问题，你是爱负责赔偿。青木社长，你真来给他看就无的呢。哎啦，关于精华地，赶快是继续卖，所以这资金我根本就唔免烦恼。今麦我有钱，我冇在调，上野商城我一定会甲起好。而且今麦我无时间上的问题，这土地我会当慢慢啊卖。我得靠这150亿，应该是我的地标哦。郭总裁，歹势呢，今日恐惊都要和你白走一撮啦。因为刷来我都要处理上野商城的代志，无这时间跟你讨论土地买卖呢。是讲你卖让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思考一下，想看卖啊，什么是迄块精华地合理的价钱？我真期待总裁你的答案。了解啊，文档，恭喜你渡过这难关啊！嘛，希望上野商城的工程能顺利进行。请给王总监，安尼我就无交叉，我先来，请给我上来。哎，没麻烦。青木社长。你来用心计较，想要将我对三丰合作案安尼踢走，只讲互你失望哦。咱继续阁是 partner， 较笑的啦。啊，无咱以后见面，我是烦恼你的，敢要改用呢？怎样，冠姐？我真正是救命怪猫啊！
我还活过来。姚母，你早都准备好，那不先讲。我本来要讲的啦，啊，叫高总裁跟青木社长来啊。你无看伊两个来的时阵，迄种小白款，啊，结果即卖咧，没留夹的哦，随转去啊。我干那一个字，送。爸，你这钱是刚上缴呀？这数额应该差多呢。这哦，刚上缴不是重点啦，钱会当摕到手，这才是本事。兄弟啊，真多谢你啦！你个人开价哦，开了真对。市场就是安尼哦，愈炒愈热。你看今麦个高总裁，都拢爱看我的目色啊。莫讲青木社长了，今麦我看伊，我爱用鼻孔甲看啦。哎，杨国尧不，我刷了嘛是来甲青木社长合作，你都莫这样计较。其实我看伊拄仔对你态度真好，一直在甲你提点。迄是伊咧做戏的啦。我咧大院的时阵，伊来找我，迄态度是外嚣摆的呢。你也是不信哦？你问冠杰啊，这个商品多贵哦，我对伊都爱较提防的，卡免伊搁咧变鬼变怪。进前就是伊甲我提醒，我才为发哥呀去找到一个放火的嫌疑犯。大爷啊，迄个青木社长伊是讲一套做一套啦，伊是先去江边确定迄个放火是毋真正出海啊。啊，这个高总裁啊，伊是咧孝顺我迄块地啦，反正两个人是同国的。不要咧出主意哦，不一定就真正是这个青木社长。要不我进国的代志，你先卖我备用。好啦，大爷，反正我只是要提醒你啦，你卖以为讲这个青木社长生到个智慧足戆的哦，你要对伊忍心啦。这个不是吃菜的啦。好啦，卖讲伊，你也讲到伊哦，我就规百都会。咱今日应该是欢欢喜喜啦。应该么？你的时间好过，咱做伙来庆祝一下。我两个伯仔仔甲大兄哦，咱做伙来庆祝，饮一杯啊！我请，好。好。请嘞。拄只大凤停车就无位，所以我停在空的所在啦。啊，唔紧开车的哦。紧开车，我呢再等下。是，总裁可以开车。阿伯，你先卖想皮啊。今日状况确实有较意外，啊，不过饭档迄块地也是阿伯，咱找机会甲伊讲。上好的时机已经过去啊。拄只你要看到彭爷母结到什么面相？到时候迄块土地介绍啊，唔知会甲花偌悬。到底是谁借钱的彭爷母，你去查好清楚，我要知影是谁在甲我作对。唔知影是毋是阿美达人，我必须要查好清楚。那真正是叫阿伯知影就害啊！我咧讲话你是无听的哦。当然有啦，阿伯，你放心，这件代志我一定查好清楚。真多谢你帮助我，搁再渡过这个难关，收了我上重要的资产。我真正亏欠你的太多了，我真正不知道我要安怎害清你这个文经财。我会当看到你平安无代志，搁会当继续你家己的理想，这已经是给我上好的回报。你爱记的，以后做任何代志，拢莫这样尔冲动。老老实实过生活，好好把握你的幸福。过去我就是伤过糊涂啊，总是伫咧误会你，请你原谅我。啊，是无你甲我讲，到底我要安怎做，才会当弥补我过去的过错？咱两个人也无相欠债啊，讲啥物弥补啊？